有12种口味的生啤酒，太辣了吧，这个我会受不了哎。各位观众，把握机会，直接骨肉分离哎。嗯，好吃。卡下去的时候蛮疗愈的，真的很好吃，超赞。等级冰淇淋。我是好想去我的莉莉，我是可心。每年最期待的圣诞节已经快到啦，圣诞节就是非常适合约会的日子。我今天还特地带了超级可爱的圣诞款口罩，要带大家去溜冰，还要去有百万美景的餐厅吃午餐。接着我们去做手作礼物给对方，还会去吃来自北海道的冰淇淋。如果要约会的话，就看这集就对啦。那就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出发。我们刚取完号码牌之后，会先来这里试穿鞋号。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它是美国尺码，所以你一定要先量。这边平日溜冰的话是2个小时200元，假日的话是2个小时220元。都有全套的护具可以租，包含安全帽、护膝、护肘跟护掌，只要50块。冰鞋是80元，所以买这个其实蛮划算的。如果来溜冰的话，一定要戴手套。没有自己准备手套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加购，这个是50块钱。现在已经全副武装，准备要去溜冰啦！简单，超级累的。对，是我觉得真的超适合来约会，就第一站带来这边，就有一种心跳砰砰跳的感觉。小巨蛋冰上乐园是目前全台湾唯一符合国际标准、规模最大的冰场。我发现它动线的规划真的很完善，而且很方便的是，你来这边什么都不用带，因为这边都有很齐全的护具可以租借。这里的冰面品质也是唯一拥有冬季奥运标准品质的场地，除了提供一般游客之外，他们也有培训国家级的选手。刚刚在场地上有很多花式溜冰，超级厉害的。他们这边也有课程，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上网做查询。今天我们戴的品丽舒口罩是针对节日推出的新系列口罩，我们戴的这个是圣诞款，还有针对兔年推出的口罩，但它中间也有隐藏式的支架，会把气势撑起来，像我们刚刚在溜冰的时候，整体来说都不会觉得很闷热。里面这边有一个铁丝，所以会让我戴起来更立体的感觉。在我们身后就是美式餐厅 Hooters， 整体是采明亮鲜艳的配色，搭配灯光就营造出一种很活泼的氛围。他们的环境很宽敞，旁边就有展示柜放他们自家的品牌，有衣服，还有一些酒杯。这边同时也是一间运动餐厅，在每个座位几乎都可以看到现场转播运动赛事。重点是这一排总共有12种口味的生啤酒。它的用餐环境除了一般的座位区、的高脚椅区跟沙发区，重点就是他们的户外座位区，可以看到信义区的百万夜景，我们赶快出去看一看。哇，这个视野超级好的，这个露台就有50平大，可以看到信义区的市景，还有101，真的超级赞的。这边一路营业到半夜2点，晚上还会变成空中酒吧，不论是夜景还是看日落都超级浪漫的。好，我们拿到我们的菜单了，我们刚才发现它的品项非常多，它除了开胃菜以外啊，还有沙拉、牛排、乐排跟排餐，还有这个生蚝。对，每次餐厅有生蚝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听说点乐排的话，他们呼特斯个人会帮忙切乐排，还有波波虾，呼特斯个人会帮忙剥虾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个约会对啊，约会行程带这个适合吗？他们光是酒精类就超过了11页，这一本应该有一半都是酒。不过如果不喝酒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这边有无酒精的调酒。对，不过只有一页了。我这边这一桌是他们必点的水牛城拼盘，我这个是彩虹沙拉，它真的颜色超级缤纷的。这个是碳烤猪肋排，重点是我们点的这两个都会有 Hooters Girl 帮我们服务，我们就直接请到我们的 Hooters Girl。你们每天都这么拉，就是。那你们冬天也是穿这样吗？冬天如果比较冷的话，会穿外套。哦，啊，穿外套。你们遇过客人会跟你们要赖之类的吗？会啊。啊，你们会给他们吗？一般是会给。各位观众，把握机会，机会要多的话就是
小费多给一点就好。听到没有？点了这么多，当然少不了就是饮料。我的是无酒精的 Aloha， 它是以凤梨跟柳橙作为基底去调的，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超好喝的。我这边是轩尼诗的调酒，喝起来有一点点柠檬，然后也是气泡的基底，不会很醉。这个水牛城品牌里面有鸡翅，还有虾子，是一整只虾哎。它酱真的蛮特别，是他们自己特制的酱，跟外面那种很甜的酱不太一样。嗯，好吃哎！它的猪肉排的肉超软嫩，直接骨肉分离哎。猪肉排的酱也是有点酸甜，酸甜有点烤肉酱，真的好吃。这薯条怎么长这样子？怎么长这样？它是蛋皮的薯条，好可爱哦。那沙拉可以选蛮多口味的酱料，我是选红酒醋。红酒醋其实也有一点点甜甜的，而且酒味蛮浓的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我好喜欢它那个起司哦，它那个起司真的都很大一块在里面。现在我刚才吃的那个不是起司，我刚才吃的是蛋白。它那个起司真的都很大一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火腿。还是是蛋黄？不是。现在胡特斯哥我要表演了哎，今天很幸运可以看到他们的呼啦圈特技。太辣了吧，这个我会受不了哎。胡特斯克真的超级厉害，他们真的是受过非常专业的训练才有办法这样子表演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吃饱了，我们现在坐在外面的位置，后面就是101。胡特斯在全球总共有420家分店，它的气氛也都是非常的欢乐愉快的，非常适合恋人来这里约会或是朋友聚会都非常棒。好，那我们吃一吃之后，准备要去做手作啦。到了，是我们身后这间。不是。我们身后这间研究所，因为我们现在进到店里面呢，超级缤纷，墙上还挂着他们的手作地毯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不过我们今天没有做地毯，我们今天是做手心。我们要做礼物送给对方。老师刚刚跟我们说，那我们可以先选统一色系，这样子整个壳的色系比较统一。我现在在帮可心选，因为他说他要蓝色跟绿色，然后我是粉色、紫色、黄色，他要求很多。这就是越贪心越好，可是我很超贪心的。其实东西做两小时，选东西要先选自己。把我们的饰品直接放在这边，才一样的框框大小。我要这个花花，那我要冰淇淋。可是这有哎，那我要这个。他要求很多。老师，你觉得可爱吗？可爱，很可爱。老师说我们很可爱。准备要来挤奶油啦！老师说挤奶油的时候一定要离边边至少1公分，不用怕挤得太厚，因为我们中间的地方都会粘上装饰品。这个奶油其实有点硬，就是需要花一点点力气。不是可不可以挤进去？挤一下就挤完了。是我的问题吗？你挤看看。会不会是你这个比较难挤？挤边框，老师刚刚有教我们很多种方式，有 S 型、回绕型，还有挤一颗一颗的型。啊，压力好大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的。你这样讲，我压力更大。哇！好，我们现在要把小玩具放到上面了，可以稍微斜斜的把它放上去。下去的时候蛮疗愈的。那我们最后一步就是有撒这个很像巧克力粉的东西，我们要把它放在上面，不过它还是要一个一个夹上去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把我们做的成品给对方。噔噔噔噔噔噔，真的超级可爱，有感受到我的开心吗？哇，这个也超可爱的。情侣来这边真的会感觉很幸福哎，真的。而且他们这边除了手机壳以外，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，还有这个卫生纸盒，超可爱，是一个蛋糕的造型哎。这个是饰品盒，我觉得送这个给女生真的会疯掉。整体体验下来以后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约会行程。你们会因为做手作，默默的就这样。越靠越近，感觉到对方的吸气，真的听起来好变态。对啊，就会觉得有一种甜蜜的感觉。这样子时不时看一下可心认真的侧脸，就会被他迷到。
另外跟大家讲一下店家的预约方式，在 IG 上面都可以做查询，上面也会有写说每一个品项大概的体验时间。我们今天这个手机壳大概体验时间是2小时，那我们就准备要去吃我们的冰淇淋。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吃我一直很期待的 Happiness Day。它是引进日本超人气的冰淇淋之神 Creamia 的冰淇淋，而且它还曾经一举获得世界顶级的美味奖章哦。他们这边的菜单是扫 QR Code 的方式，这边其实也有卖早餐，有内用空间。上面有三明治、卷饼，还有一些饮料。有一个我很想吃的芋泥咸蛋黄肉松，这个超特别的，而且他们是爱心的形状。然后我们要买冰淇淋，这里有原味巧克力跟综合的，它就是每日限量，只有300支而已哦。它从奶浆到甜筒都是100%日本原装进口的，它是纯正的高乳质量配方。这个配方会加速冰淇淋的融化，所以拿到冰淇淋一定要赶快出来。对对对，因为一直流，一直流。我们刚才拿到以后，它就一直流，一直流。哎，我到底在讲什么？它的巧克力超级浓郁了，我觉得很特别。是它的饼干有点像雪之恋，可是又没有那么甜。对，超好吃的。而且看他们挤冰淇淋很疗愈。它们的冰淇淋形状很特别，跟我们外面一般看到那种圆筒型的冰淇淋比较不一样，真的很好吃，超赞！等级冰淇淋，冰淇淋已经被我们解决了，因为它刚才像那个瀑布一样，这样就全部没了。所以大家如果要拍照的话，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我觉得这间冰淇淋店很棒的是，它其实早上8:30就开始营业，而且内用是不限时间的。它除了冰淇淋之外，也有卖早餐。难怪这边这么多人排队，没错，我觉得带女朋友来一定可以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今天的约会一日游大成功，非常推荐大家都可以把这些景点收藏起来，带自己心爱的另一半来过圣诞节。那我们今天带的体力舒口罩，除了有针对大桶及小羊还有成人去做的尺寸，都可以依照自己的脸型大小去做选择。而且它这边有隐藏式支架，会将整体的气势空间撑起来，就不用担心会沾染到口红或是彩妆。戴眼镜的也不用担心眼镜会模糊的问题。那大家也都可以到官网上面去做查询，可以依照自己的脸型大小和喜好去做选择。官网上面也会有不同的促销活动。如果想要跟我们一样更有圣诞节的氛围的话，就可以选择我们前面带的圣诞款口罩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那如果有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的话，记得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哦。拜拜。还有一点点可以录精彩画面，看手把剑。哎，你不要这样笑，你知道原因吗？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你走单到我要拿湿纸巾给你耶。你很强哎。讲屁哦，我第一次跟你吃饭。不要闹，你别闹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